下面请咱台湾中心董事长黄宏图董事长来给咱讲几句啊祝福的话。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！各位先进各位贵宾啊，那个 Congressman Royce， 还有杨前会长杨大，还有我们副代表总会长，处长、处长夫人，还有翁主任，还有洪慧玲，还有詹委员，这就是贵宾，还有这些贵宾拍摄哦，所以大家我都来个。龙哥，我先代表台湾会馆，欢迎大家来台湾会馆。虽然讲你拢是我的先进，你可能比我较早来过台湾会馆，不过嘛，真系大家欢迎。然后直接祝福大家迄落啥，身体健康啊，迄落羊年都发大财啊。当然嘛，真系感谢哦。我好袂记个迄落会长，会长是我叫伊当处长哥哥咧。所以即个会长迄落拢请我照顾。啊，其实嘛，真系感谢会迄落中华会会长，伊去年做当处长的时阵，呀，又当处长乐捐做侪钱诶。所以你大家看到讲台湾会馆，即摆拢变做较新，毋是我的关系。是因为伊，所以吼，阿嘛由于游荡的迄落也开始慷慨乐捐，所以迄落感谢伊两个，好，就是啊。谢谢，下一位。